我是彰化 Mercury Center 的主持人。目前整个 Center 的设计就是以 COVID 的考量为主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有一定的安全距离，所以所有的接待都在这个对区里面。那如果说他需要更私密性的会谈，那就到这个小会议室里面谈。那后面是属于工作区，那我们原则上是希望外面的客人不要进到那个工作区。在空间位置的设计上也都考量了至少是3尺的距离，它每一个座位都是一个独立的 workstation， 有一个工作的桌面，拿你的 laptop 来你就可以开始上班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临时办公室，收邮件的服务我们会帮你收件，我们这边的地址就可能变成你正式的办公室的地址。比较私密性的，像说你个人的讯息，这边的整个设计的空间的隔音，我们特别做了一些加强。那在我们这个市中心，可能我们是第一家做光纤网络，但我们这个网络只有我们自己单独使用，所以它的功能性会比较高。就是为了现在的新的趋势来设计，整个就是一个 Zoom 的一个 environment， 而且我们是所谓的 Zoom Ready。这是一个80寸的电视，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络里面。这个电脑设备你就直接可以 project 上去，我们可以把灯光调暗。这个其实是专门为了 Zoom 来设计的，它有 tracking 的功能，谁在讲话，它镜头自己会去追讲话的那个人，而且它会放大。microphone 是360度的 microphone， 这个房间任何一个角落，你讲话，它自己就会 pick up， 非常清楚。那我们的 membership 呢分成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只是租这个工作站，没有固定的，哪里有位置你坐下去你就可以开始做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11个办公室，那是固定的，你每个月你就是这个办公室。我们每天8:30到晚上7点，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会员的费用是月缴，不需要你给我们长期的 commitment。那会议室的话，我们是以3个钟头为一个单位，我们有对外的提供这项服务，没有必要去为了养办公室而去养一个办公室，你可以做一个很有弹性的调整。那我们这边设备全部都给你做完了，人的部分、接待的部分我们也帮你做完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对办公室的使用跟要求就会更有弹性。自己想要出来试一试，想要出来创业。你也不用一次花几万块钱去冒险签一个5年的合约，你可以先用这种概念的空间来试一试你的营业状况。这些就是说我们给你的是 option， 我们给你的就是更多的选择方式。